是秋月赏枫的地方。他今天还算早起的嘞，他平常更睡更晚。发酵起来可能三四吧。秋月中学的校门口。门，他说这是谁的家？这里是谁的家？我不知道，姐姐不知道喽，你一直问他。那你要问导游。秋月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走过一个桥？对啊，感觉很多事。青年寺、天满宫、长生寺、大良寺、净觉寺、古心寺，超多的，八幡宫。不要乱摸，说不定有毒哦。是什么？这是菇类吧？对，应该是菇类。菇类是什么？就是香菇啊，香菇的菇啊。你看吧。可以体验手里煎头子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请你讲解一下口感。时尚玩家的讲法，说哦，这个奶油饼，里面有爆浆，爆浆。中国的团体都很少，那日本人呢？中也好，那既然中国不来，那就是像刚刚我怎么讲到说，佐助很多这个。哦，那我等一下把它弄下来。姐姐呢？姐姐在那边呢、啊，我们走一圈去找姐姐。这边，这边。的又得道和神社，对，那颗银杏漂不漂亮？你知道什么叫银杏吗？
那棵树就是银杏树，据说吃了它的果实就会变得记忆力很好，考试都会考100分。你要不要吃一个？不要。确定不要？你不想考试考100分？你还没开始考试，所以你去。哎，那个小马好可爱，你要不要跟他？上次没有吃那个，他就第二名。哦，真的？那吃的就会变第一名。不是，他这边有那个哈、哦，消除厄运的会。它那个它上面写个厄啊，厄运的厄啊，然后那个厄运啊，你们男生前面那个厄，可以把它弄下去，那个字，它就弄对对，把厄留在这边，所以你的厄运就留在这里，啊，就厄运就消除了。哦，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，挂这个风铃就很漂亮。投在这个里面，这个是凤纳香。大家小心哦，不要滑倒。高不高，说矮不矮，爬起来还是会喘。风景如何？走回来。嗯，佐贺的洋芋片很有名吗？生产量全国第二名。那个是以前的人，就是他们那个哦，供奉有没有香油钱，然后就盖一个啊、哦，盖一个在里面。那像如果喜欢哦，喜欢这个有人爬这个那个神社的步道的啊、哦，喜欢那个爬神社步道，推荐大家去那个金刀，很漂亮。下雨喽，毛毛雨。
片。这是什么？衣柜吗？哇，厕所在这里，干湿分离的哦，好像很不错哦。哇塞，马桶还有自己一间。七点。姐姐去他们房间了。哇，这房间有需要这样吗？我们一家三口需要睡那么大间吗？菲菲。大人可以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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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在转蛋了吗？古汤温泉的晚餐宴席料理。